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8号，特别令激动的一天，因为我和我女儿在汉密尔顿看到了日全食。那么这次日全食呢，在安省的大瀑布汉密尔顿以及呢蒙特利尔都可以看到。那么下一次看到这样的日全食可能要20多年以后了。然后呢，在你的家乡能看到日全食呢，可能要360年到400多年，所以呢，特别令人精神振奋。我们事先都准备好了眼睛以及我的相机的滤镜然后呢，从11点就开始出发了。但是由于到大瀑布去的人特别多，成千上万，所以呢路特别堵，用了2个半小时到了这个汉密尔顿的，它叫做Christian Lake Conservation Area 是一个保护区，很空旷。然后呢，人呢不多地方很好。然后呢，它的日全食开始的时候，就是爬手开始的时候是2:03:53，全部开始的时候是3:18:12，最大程度的时候是3:19:07，然后呢，日全食结束的时候是3:20:02。全食完了以后，慢的这个太阳露出来呢，到全部露出来是4:31:11。那么从开始到全部结束，我们都看了就是终生难忘如果你有机会看到，那更好。如果是没有机会看，或者是没有看到有云，那么希望你喜欢我这个后面的给你拍的这个日全食的全过程。好谢谢收看请欣赏。